我今天去参加那个上海的 AWE 中国家电子消费电子，我可是受了西屋官方邀请的。我这次要买那个洗碗机，因为你知道做烘焙的时候那个东西真的是很难洗。我看一下哪家的洗碗机是深得我心。就是西屋了，我们要现在进去参观一下。听说我经常用那个 V9， 还拿了那个什么艾普兰奖，我要去看一下是不是这么个东西。好多人呀，透明的呀，电视。这个是西屋帮我们做的一个明信片。这个之前就有用过，然后它稍后，我记得之前做玛格丽特的时候就用了这个它制作步骤都有，然后它特别好用啊，这是它拿赖普兰奖。的温度跟时间，我这次平时做烘焙的时候啊，就特别容易，那东西特别难洗，就是什么好像洗碗机，很巧是那种又可以不是很占地方，然后又很方便。那给你推荐一下我们店的。哇，这个很大哎！对，我看到它那个容量是13+1桶，大概可以到80升。然后有时候其实也可以去买。找到现在也只找到西屋一家的洗碗机是满足我的对洗碗机的幻想，感觉还是应该去买一台，再走回去。